每一次都唔少得咧，就係有明星嘅。咁啊，接下嚟紅星演唱，咁我哋掌聲請出我哋嘅喬寶寶和阿演唱，掌聲有請。Hello， 依哥朋友你哋好，歡迎大家嚟到我哋香港慶回歸20周年啊！咁啊，當然。我哋香港係無分種族界限嘅，你香港出世香港大，你就係一定要 celebration 呢個慶祝回歸20周年。大家話係咪啊？係。今日我知咁多親朋戚友，大大細細，落油油，老老亂亂，笑笑口，坐喺度，去到拉屎都係我啲忠實 fans， 多謝。送俾你呢首慶回歸20周年嘅歌 ，Music Guy， 先鼓掌，後欣賞。恭賀香港慶回歸，我哋大家笑迎面，喜慶啊炮竹響天天，大家歡笑20年。共祝香港一生好景，幸福迎善，一切美好唯有安康，身体也壮健。恭喜香港庆回归20年，大家笑迎面，喜庆炮竹响天天，家家欢笑回归先。我哋共祝香港一生都特好景，幸福昼夜人善，一切美好又安乐。我哋大家都發展，好舞啊唱歌慶回歸，歡聲一夜唱和弦，共祝香港一生和貴，長花永啊紅艷，生意啊更好啊又多賺，喜屋又米田。掌聲支持一下啦！小弟咁成功都係有賴香港人中華民族鬥到有光，先至有今時今日咁嘅成就。多謝大家！恭賀香港慶回歸，我哋大家肩並肩，回歸啊氣氛盡歡樂，春光一片耀眼前。又聽話，父母安享啊度晚年，安享啊度晚年，安享度晚年。多謝。啊，老花眼鏡都睇唔到大家嚇，不如長咗佢啦。好，咁啊，而家睇得人哋清楚啲喎，啲小朋友都有。其實小弟就在12年前就加入了演藝界，之前就是做懲教處，未做懲教處之前，小弟就是讀一間南亞裔學校。我這間學校是有英文、法文、回文、印度文，唯獨是沒有中文的。我又不識寫又不識看中文，在中四的時候來了一個女仔，很漂亮，整個關之琳，咁巧佢坐我隔離，我就第一眼已經墮入情網。每次放學嘅時候，我會跟蹤佢，去到佢屋企樓下跟住我走，但係我又唔俾佢知。一個禮拜之後，佢發覺到我好似跟蹤佢，咁啊，佢嘗試咧就搭地鐵嘅時候咧，會用好多唔同嘅出口出，不過佢每個出口都會見到我。我最開心就是落雨天，在落雨天的時候，就好像今日，我奉旨是會擔車，我就扮到落湯雞咁喺佢面前仰下行，我希望佢會遮我，但是佢因為我同我關係，佢就話：唉，落緊雨你又唔帶遮，不如遮埋你啦。
當佢攞把遮嘅時候，我就做 gentleman 風度，揸住把遮，佢就喺我隔離，咁啊一齊行，咁啊我個膊頭就唔覺意掂到佢，佢話你唔好黐得咁埋啦，我話唔係咁埋就會濕嘅，因為把遮真係好縮骨，好細把。跟住去到學校門口，我就俾翻佢。其實大家唔好試呢啲咧，可以形成猥褻侵犯。大家知唔知咩叫猥褻侵犯？猥褻侵犯即係非禮罪，最高可被判監十年。如果被告人帶有不良意圖，撫摸事主，而事主不同意嘅話，就構成非禮罪。所以作為男士們要小心，唔好見到啲靚女走埋去手多多摸摸，你可能會構成非禮罪。所以我是決定不用手，是用膊頭的。跟住我哋去到畢咗業之後，就去華學嗰度睇戲啦。就俾我姨媽見到我同一個香港女仔拍拖，佢就督爆我，話俾我老媽子聽，我同一個香港人一齊。我老媽子就同我講，將我嘅手就擺落佢頭殼頂，名稱叫發誓。佢話：你發誓，你係咪同一個香港女仔拍拖？因為如果我講大話，我阿媽會有事。因為小弟非常之孝順父母，所以我就講真話，我係。阿媽就開始喊，佢話：阿仔，雖然我哋離開別井，但係我哋一定要揾翻自己人。我就同阿媽講：好啦，你話事啦。離別離沒有對錯，要早有解釋不多，現代說永遠已經很傻，隨著那一燒去火花已消逝，不可能付出一生那麼多。我阿媽話我不會辜負你，她給了三張相我看，轉頭話俾你聽這個故事 music。我的去路，但愿路上红云遇着是你的脚步，我要再见你，只想将心情透露。爱慕，我是望着路上默默划过的记号，像是混乱又绝特别为了指我路，望住你，望住你看过一刻，睁开至大糊涂。真心被俘虏，仿佛遭圈套，踏上正爱路。你那美态，你叫我醉倒。多日前望你却却望来看，始终不是我。你笑笑，我望望将是望着你问我心已碎。多日前望你却却望来看，始终不是我。
想。Thank you.